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棋子艺术呢，我们先聊一个有趣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来看看棋盘。黑棋星位啊，白棋挂，这个一间低甲，这是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这个定式了啊，白棋点三三，然后呢，搬粘。这个应该是我们从初学围棋、初学定式啊，就学过的一个定式啊。那么这个定式当然是两分啊。经常呢，老师也会跟你说，白棋获得了实地，黑棋呢获得了外室啊。这个是一个两分的结果，应该来说是一个两分结果，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呢，如果白棋把这个实地给得去了，黑棋的这个外室被吃掉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是黑棋不行。不过有时候啊，这个事情呢也不能说得太绝对啊，在我们这个高手的对局中呢，就出现过啊这样的例子。我们呢来欣赏一下这盘棋。这盘棋呢是在第11届。这个 LG 杯预选赛啊，决赛这个出现的，这个是执黑的呢，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孔杰九段，而执白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台湾棋手黄奕祖啊。这个那么呢，两位棋手的名气和实力呢，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黄奕祖能够杀到这个预选赛决赛，肯定呢也是呢非常的有实力的啊选手。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黑棋挂，白棋加啊，那么呢在这个第一个定式中就出现了我们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定式啊，这个在高手对局中呢也是经常的出现啊，这个下法黑棋搬。好，那么这个定式走完了以后，本来是黑棋实地，白棋呢外室啊。那么但是孔杰呢，肯定有时候呢并不是完全呢这么认为啊，完全这么认为。然后黑棋呢补一个守个角，白棋也是守个角啊。那么接下来黑棋逼住啊，普通一点来说呢，这个白棋啊，就是黑棋啊，这个无忧角的发展方向一般是在这边啊。普通一点来说呢，是逼住这个，也一个符合这个无忧角的发展方向，同时呢，能逼住对方的这个拆二，对他施加压力呢，也是一个不错的棋啊，也是堂堂正正的一手。不过今天孔杰呢，似乎啊，对这个呢，外室呢。赶上了兴趣啊，有了兴趣，决定呢就逼住这边，似乎对应的这个白棋这块棋呢，想呢发动这个进攻，发动进攻。那么白棋现在，逼住啊，这个呢当然也是一步大场啊，同时呢也是对这边呢一个侧引，对上面这块白棋呢有帮助。虽然这个拆二啊也是堂堂正正的这个一个非常诱人的好点，不过黑棋接下来呢可能就会马上对白棋呢进行冲击啊。这个白棋呢确实是有一些这个难受啊，白棋大概本手呢还只能小尖，然后黑棋再靠住啊，白棋虽然可以顶来扳活，但是呢稍微呢有一点点这个不肯啊。这个顶了扳活，这个是比较普通的啊，活是能活，但是开局呢，爬二路还是略有呢不满啊，略有不满。在这补充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尖是这个局部的正确下法啊，这个棋不能拐，就是人家长的时候你不能拐，因为这样被人家封住的话呢，白棋局部以后呢是没有活的，黑棋可以连扳了，白棋只能粘上。这样黑棋一个外面封的比较厚，第二个呢，你这个里面就是说
以后轮黑棋下的话呢，白棋呢还没有活啊，所以这个就是额外补充一下，这个棋要小尖。那么白棋呢不满意被黑棋这么欺负，所以呢他拆逼住这个啊，这个本事当然也很大，同时呢就是说呢间接的照顾一下自己。那么黑棋顶，白棋退啊，黑棋抢到那到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这也是心情应该来说还说是不错的，两翼张开了嘛，毕竟这个乌有角。那么张开以后形成模样，白棋呢，哎，来削一个，哎，这步棋呢是不错的棋啊，不错的好棋。这个搞得黑棋啊，就是说呢有一些难受，难受。如果这个黑棋啊，正常的普通的硬的话呢，那白棋呢他就觉得呢便宜了，然后再压一下，黑棋虽然把空守住了，但是白棋呢从这里，哎，可以靠下去破空啊，破了以后呢对黑棋这个子还有威胁，你要搬呢它就断啊，这个白棋呢可以腾挪。这个呢黑棋有点不太满意，但如果黑棋简单的守在这边呢，那白棋可以从这里靠下去，那么这个靠下去以后呢，黑棋这颗子啊有可能呢反过来被白棋攻击，这个呢所以黑棋呢不太满意啊。那么黑棋左边硬右边硬都不太满意呢，黑棋这时候呢想到了呢就是说是反击啊，反击。那么呢孔杰呢加，哎，这个也是高手的一种这个常见的这个行棋的这个姿态啊，就是说不肯轻易被人家便宜啊，那么呢不好硬的时候呢他一定呢就是脱先啊，反击。那么这时候由于黑棋这里有逼住了，白棋呢不会用强，他搬黑棋呢搬，白棋断，黑棋打吃啊，由于这个要争死，白棋当然这种时候是永远不能粘上的啊，大家注意，这种棋粘上本身就是一个大鱼形，而且再被人家一渡过呢，这两块棋呢被分成两块，气呢也非常紧，这个是不能够考虑的，所以白棋这时候呢总是啊打在这个一路，从一路渡过提一，那么呢白棋再打住啊，那么黑棋这个冲击完了以后呢，然后再跳出来，黑棋意图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想通过对白棋的这一块的攻击呢来解决啊应对这一手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已经说过了，怎么应都被白棋便宜了不满意，所以呢以先发制人这个地方呢孔杰下的呢还是非常的这个积极啊，当然作为白棋一方来说，反过来说呢也不能就是说跟着人家硬啊，就是说你跳，那么白棋这里又跟着硬，黑棋走啊，白棋这一吃，虽然白棋活了啊，但本身呢并没有所得啊，那么黑棋多了一个子以后，他说不定呢就开始直接呢这个对你进行这个攻击了，这个是黑棋的这个理想图啊，那么作为白棋来说，这个势必呢也要进行反击，那么白棋呢也靠下去啊，这个可以说高手对局啊都是这个针锋相对啊，不能让你啊这个随便呢就满意了，就满意了，那么白棋靠这个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厉害，黑棋长，白棋粘闪啊，这样白棋下去以后隐隐约约呢也对这颗子啊发动一定的这个攻击啊，那么攻击的话呢这个黑棋当然跳出来是普通的一手啊，不普通的一手，不过呢这样白棋就算吃一个要求做活啊，你也不好意思粘，一粘被一扳呢这个没有好的棋形，这个呢简单的让白棋呢就这么活了
那黑棋肯定是不甘心的，所以黑棋也避啊，想以攻为守啊，以攻为守，就想通过攻击你这个这块白棋，把自己呢这个呢也补好啊，也补好。这个双方就是可以说是都是斗智斗勇啊，这个针锋相对。那么在这里呢，两个人也是显示出了这个高手风范吧啊，下棋的这个高手风范我们经常见到的都是就是说绝不被啊对方牵着鼻子走啊，一定呢要争取掌握呢局面的主动权啊，这个是。那么接下来白棋这步棋呢，可以说呢充分展现了这个黄易祖的这个气魄啊，甚至于也可以说呢是他的这个实力啊，让我们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棋手啊也呢有了更深的这个了解啊，下得非常的这个精彩。那么接下来白棋呢这个没有啊循规蹈矩的啊这个拐出来普通的形状啊，那么你拐出来呢他一跳啊，由于你还不能一起吃他啊，那只能是走在这里。他虽然现在不会粘，但是呢以后黑棋子外面呢会多出一些先手了啊，包括这个小尖甚至都有可能，这个正是先手，这个也是先手，黑棋外面呢就比较厚了，那么呢肯定会对白棋呢发动这个反攻。这个呢白棋就是说有点被黑棋牵着鼻子走的意思，所以这时候白棋呢下了一个气势十足的一手棋，直接飞反过来啊，抢先攻击黑棋这个子。反过来想，黑棋现在呢，不能这个太着急了啊，这个直接冲断肯定是不行，对吧？这个直接冲断太着急了啊，因为白棋这一胡以后，基本上呢就活了啊，黑棋不好出头。而你要拐下去的话呢，他就提一下，这时候可以提。提了人以后呢，白棋的气呢就长了，再一跳的话呢，这个黑棋对杀呢气呢也不够啊，气不够。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棋呢只能跑，那么白棋再强行扳头啊，哎，这个白棋啊在这里走得非常的强，就等于强行把这个子啊给关进去，关进去，这个也是非常有力的手段。黑棋这时候呢选择了这个粘啊，这个也是比较强硬的下法。现在因为你不能退了啊，这个退呢头是出不来的，还是被白棋呢这个压进去了。而这个退没有这个粘呢，不能对白棋形成这个反击。不能对白棋形成反击，所以呢没有用，一旦自己关在这个里面苦活被白棋包围，白棋成了后势，那黑棋是明显的这个亏损，明显的亏损。所以说呢黑棋也走了强硬的粘，想要呢这个白棋的这个弱点啊，先把棋的弱点。这时候呢白棋这个就也是走的这个很强硬，闭着眼睛啊，气势上也得这个藏出来，要完成封锁这个黑棋的这个愿望。如果这时候稍微啊软一点点粘上的话，那么这个头一旦被黑棋搬出来，白棋这三个子也就变得不安定了。同时这个头出来以后呢，这块棋也是不安定，所以这个白棋啊下的这个很连贯，长不管那边如何先要把你封进去啊，这个气势是非常的十足。然后呢这时候黑棋冲，对，那你现在冲这个情况就不一样啊，虽然我现在不能断，大家注意这个时候不能冲断的，因为冲的时候呢你已经提不到这一下了啊，提不到这一下，你再提的话呢他就不会提这个，他直接打这个啊，把你打中。你拐的时候呢，他在提，你这外面呢有很多毛病啊，等于是这样。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在外面呢会多出很多的毛病和疥蠅，然后呢你这个虎也虎不到了，再被黑棋一抢呢，这个白棋呢不利啊，作战不利。不过呢由于你已经有了这个张的子啊，有了这张的这颗子，有了张的这颗子，那么呢相对来说呢这个连回去就白棋就不怕了，等于说你再张这个，这样再连回去的话，那么这两个交换就变成大恶手了，是吧？这两个交换就变大恶手，那么所以白棋现在呢也不着急把你冲断，而呢现在提要求做活啊，要求做活。这时候呢黑棋一看呢也很难办啊，如果粘上，那他一提着做活，这两步棋实在是就是说呢不堪入目啊，这个肯定是黑棋不行。那么现在如果去提，那么白棋交换到了这一下以后呢他也不会着急去冲你断，可能还是一样。白棋呢由于可以利用这个顶的先手呢直接拖啊，这样可以做活。你搬这个不能搬这个，搬这个它断了，只能搬这个啊，只能搬这个。那么呢再一退，是吧，你还不能硬了，硬了的话可以冲了，你走这个呢它再可以把你断了活，这样断了以后都连通的做活。这个呢黑棋也不太好，也不能粘，暂时也不能提。那么这时候呢孔杰呢没办法，除非呢想追求呢效率更高的断，哎，希望先断一下。那么如果你这时候去提做活，那么呢哎，黑棋这样藏着补，那比当初直接笨笨的粘回去这个效率呢就要高得多啊，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效率就要高得多。所以呢这个白棋啊，这个在黑棋断的时候也采取了呢坚决的反击手段。这时候呢这个黄兴祖啊下的就是说已经有的呢这个弃子的构思了。白棋很强硬打吃。这个是给黑棋啊痛烈的反击。这没什么好说的，必须藏，不能被人家拔花，然后再一贴好棋好手啊。这个黑棋现在是不能吃这个，这个吃肯定不行，因为这个吃被人家一打，打了一家全分进去了，这个就是全是大恶手。那么暂时呢还不能藏，因为藏这个呢你这个已经呢白棋已经弃藏，他可以跟你把这个跑出来作战啊，你提这个呢他贴。由于这里子多了，黑棋现在呢一个外面负担很重，第二个还不能走这个了，这个外面负担重不说呢，这个里面由于多了些子，白棋呢可以从这里打吃，局部呢就已经是打劫了。所以黑棋啊在白棋贴的时候呢一看呢没有办法，只能呢先提一下啊，先想这个呢攻击一下这个白棋啊，先把这里走完了，希望白棋啊去做活，不管你这个做活还是这种做活啊，反正呢然后呢他再藏出来，先交换两下也可以啊，不交换呢就直接藏出来呢也可以，你现在还不能冲，冲了我正好可以拐下去，这样呢再是作战。不过白棋这时候呢已经在打吃这个的时候肯定就准备好了呢这个弃子的手段，然后一打吃，哎，这个实在是太愉快了啊，中腹拔了个龟甲。虽然啊这个黑棋呢能够吃掉这个白棋小尖，现在是能吃掉白棋了，但是白棋呢早已把这个外室当做了这个诱饵啊，给了这个黑棋去吃，然后白棋再一冲，这个黑棋打不着啊，补充一下，这个打不着啊，打的时候呢就是你这个拐又被夹住了啊，这个我们已经说过，所以只能单走。那么呢你打不着这一下呢，白棋还可以冲，冲完以后呢这个黑棋就变得非常痛苦的，以后呢还需要这个收棋吃，而白棋这个是
拔一个龟甲，可以说对外面来说简直就是万丈光芒啊！这个中腹开花三十目，放到现在来说是一点都不过分啊，一点都不过分。那么白棋拔了以后，黑棋啊，还得为痛苦的地方呢，还得去粘一下，补一下。不补很简单啊，不补当然这个白棋就可以一打吃，又成打结活了啊。那么黑棋补，那么这时候呢，白棋可以说啊，是完成了这个弃子，完成了弃子，然后再一飞，哎，由于外面很厚，本来这个形状呢是不能飞的，这个形状如果飞的话呢，黑棋可以直接冲断，白棋外面变成两块棋，这个是不行的。但是现在中间白多的这个一个龟甲，这个冲断就肯定就不弹了啊。那么黑棋只能呢，这个防守。只能防守，那么这时候白棋再一靠啊，又是紧凑的好棋。这个从这个布局到现在啊，这个战斗来看呢，黄奕祖啊虽然是台湾棋手，我们不太了解，但是呢实力呢还是非常的强。这一靠弄的这个黑棋啊又是非常难受，不管怎么硬啊都要被白棋啊便宜。比如说你硬在这边呢，它这里就变成先手。如果你非要去防守在那边呢，这个地方啊时时刻刻要小心呢被白棋靠下来。黑棋一看这个非常难受啊，还没有办法硬，只能呢苦思半想，想了半天呢只能是干脆呢脱先啊，强占这边分个头，这个位置也很奇怪啊。不过这步棋呢确实是很大，因为这个不走的话，白棋在这一带啊补一手小尖或者小飞补一手，这个一带的模样是非常的大啊！不出头被人家封住，出了头呢，还是全都是这个单关啊！所以这步棋呢也有它的道理，硬不好的地方干脆脱先。那么白棋呢先顶过来啊，又捞取呢大把的实地啊，大把实地走是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看啊，白棋一飞，这个呢是黑棋这个整体弃子了以后的这个后续手段啊，后续手段。这个飞本身呢也非常的大啊，因为不走的话呢，黑棋可以断，白棋不能吃，吃了黑棋一打吃，爬回来，这个角呢又被吃回来了，这个不行。那么如果你粘在里面呢，断的时候粘里面呢，那它一退回去啊，一个把你分断脚上的目数啊，以后还很小，黑棋得了这个目以后呢，这个里面啊黑棋有眼了，就不用收气了。所以这个啊飞顶也是这个弃子以后的一个非常大的一步棋，也是一个很好的后续手段。黑棋呢三子之中跳一下，目的呢是藏气，白棋把这个断点毛病补掉啊，然后呢黑棋这时候呢继续在这里补棋啊。普通一点呢可能是飞在这里啊，这个价值呢更大一点，但是呢这个地方黑棋对自己这块棋啊还是呢不太放心，因为白棋跳出来以后啊，这个地方毛病很显然的啊，这个一跑出来以后啊还是有点讨厌啊，因为白棋外围啊实在是太厚了，所以这个时候黑棋还补了一手，白棋先跟着硬啊，想抢先手，当然白棋不会答应啊。那么白棋再挖一下，这个时候黑棋又不敢硬了啊。这个是弃子的余味啊，我们把这步棋摆完，我们才能。把这个角上呢准确的呢给大家算一算。这里走是没有意义了啊，你这个在这里去冲来冲去是没有意义的，对吧？有可能自己撞棋。那么呢而这个里面呢黑棋现在必须补棋。就是不补的话呢那么白棋在这里粘上，这里面黑棋要出事。首先这里就已经三气了，大家看看。啊，这已经三气了，那么你这里要仅三，白棋也仅三气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黑棋气呢明显不够啊。
白棋当然不能直接走这个，走这个的话呢，被黑棋这一笨粘，哎，这个黑棋的气就明显就太长了啊，所以白棋要先挖。黑棋呢，这时候不能再被白棋呢粘上了，黑棋呢必须得补。那么这个交换呢，白棋已经便宜到了以后呢，再回补这手啊。可以说到这里呢，白棋可以说取得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优势啊。原因呢，就是通过呢这个弃掉这个角上，然后呢，在中间呢获得外势，同时弃掉角上以后呢，尾还有很多的这个利用。那么优势有多少？我们来简单的呢判断一下啊。这个地方以后啊，黑棋是至少是这样啊，这个气等于就算是这样，这四口气是总是要收的啊，这四口气总是要收的。那么就算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当然他不会先进攻气了，十一个子是吧？这个打二还一，先提后提一样的啊。二十二目气，三十二目气，三三，算上这两目气，三十五目气。这个也就三十五目棋，而白棋在这边呢，这个收气啊，以后有先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三，二十五目棋是总是有的啊，二十五目棋还不算这个后尾，后尾就你这个地方比我这个地方最多最多多十目棋。那么现在这一块比这个啊多出一个天目差不多啊，可能或许多一点点，但这里有三颗子，你这只有两颗子，我拿这一颗子来弥补这个是足够了啊，是足够了，等于这边来说呢是差不多，你这个呢就比我多十目。那么剩下的就是黑白棋有一个还有一个龟甲的外势的辐射力这个有一个龟甲的这个外势，外势这个辐射对中央的辐射啊，这个等于是白来的。同时黑棋这颗子暂时还是呢一块孤棋，当然你就是你也可以算作我再补一手补活啊等等。那么即使是这样，就是白棋也比黑棋要白白的多出一个这个后势的威力啊，多是一个后势的威力。这个后势的威力或许是现在暂时呢是看不到目，但是呢，在高手的眼里，这个价值啊，可以说还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那么这盘棋呢，也就是说，行到这里啊，从可以说是续盘结束啊，续盘结束呢，白棋呢取得了通过这个弃子取得了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优势。而这个孔杰这盘棋呢，本来孔杰是一个很均衡的棋手，但是这盘棋呢似乎有一点啊，这个是感觉上呢有一点，这个是不是稍微这个对这个黄易主啊，他肯定也不了解啊，有可能台湾棋手呢过于呢有一点点这个轻敌的架势啊，所以要盯着人家猛吃，没想到呢被人家这个弃子转身，结果呢自己大亏啊，自己大亏。这盘棋后半盘呢，虽然这个孔杰啊，这个是凭借实力呢占了不少便宜，但是呢依然呢难挽败局。主要原因呢还是前面呢亏的实在是太多了啊。那么台湾棋手也是黄易主呢成为这一届 LG 杯预选赛中唯一出现的这个台湾棋手，可以说呢非常的这个不容易。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么这盘棋呢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呢介绍到这里啊。这个同这盘棋我们可以看出呢，一个定式完了以后啊，虽然你是外势，但是呢随时这个角色是在转换的啊，外势也有可能变为孤棋，孤棋也有可能被吃掉，但是即使被吃掉也有可能去弃子获胜啊，一切呢皆有可能。好的，今天的棋局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